好，各位，好，我们现在位在台南安南区，好，这是台南港西龙虎山属函天使户的这个台湾联络处。那么今天有一个活动，叫传渡大典。哦，什么叫传渡大典？这应该就是说以一般的信徒变成真正的道教徒的一个仪式。今天现场来了很多人呢，哦，这些都是未来可能会成为道长的人们。啊，这个造办就是咱阿姨在咱啊微调做官的时阵，要面相哦，面相都要啊也这个造办。这个造办下面有你避讳遮口，讲一讲不要口沫横飞啊，这样对事事冒犯啊圣上。第二位、第三位、四五六，好，现在在彩排预言给学生们看。好看动作哈，好拜八位。不知道为什么现场有一种感觉，来到《倚天屠龙记》的感觉。来到这边来迎请这个三师，好，去到法坛那边，然后做接下来的这个传渡的这个仪式。善圣国，班众为弟子皈依一错，谨遵师命。刚刚在讲的是九戒，我们以这个来讲白话一点啦，就说我们今天，可以自由选择政党去投票，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加入了一个政党，我们是不是就要遵守他的党规？就跟这个选择宗教一样，你既然入了这个道教，成为道教徒，你就必须遵守一下他们的戒律。啊，在这个宣誓完这个戒律之后，我们会领这个叫做渡牒。渡牒就是党证，就是一个证明的文件，证明说，哦，某某人今嘛是我得告斗啊，哦，所以颁发这个渡牒。余明乾、陈玉福。这就叫做渡牒，其实里面就是一张证书了，我们就不全部打开了。一月，风调雨顺；二月，国泰民安；二月，国泰民安；三月，圣寿万年；三岁。九月居家顺遂。现在传渡仪式已经到了一个段落了，现在恭送三师了。好，麻烦交管大哥哦，注意交管管等一下哦。啊，所以这个传渡仪式到这边都圆满了哈，啊，所以此时此刻开始，他们已经成为正式的道教徒了，哦，啊，他们说这份名单也会传到这个中国道教主庭那边去造册，啊，在那边之后呢，也会从那边做审核，啊，后续看有没有这个资格来成为这个道长，哦，所以就之后又是另一个安陆的故事了，好吧？我们现在看到是这一届的毕业生。好，现在刚刚已经做完这个起圣仪式，他们相信说天神已经降临到这边，好，等一下会为这整个仪式来做作证，好，所以很大很大的神明现在已经在现场，我们言行举止注意一下。太上三武都宫金禄，这好像就是他们所谓的，哦，今天要安禄的各项法宝都在这里面。各位，由于我觉得我可能讲的会太不专业，
我们等一下请到一位帅哥哥来帮我们讲解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流程。再打个电话请豪哥啦。我们今天要请教一下，我们今天的这个仪式到底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的？您今天所看到安乐的，这就是去年去年油灯的江西龙虎山书院天师傅造的职啊，哦考试，哦还有造职，啊成为道长，我成为道长了后，今天你回来在这，就是要来做这个安乐的动作，哦啊什么叫做安乐？用白话一点，道长本身就是有官职，伊领到伊的官职了后，是不是有经、符、乐、这物件领回来？内底有心将，有兵将。今仔日可以就是爱来点遐兵将，啊来走马上任官职，啊来刷来就是爱来甲因的祖先调来，啊来祭祖，感谢祖先。哦，这就是安乐，啊是到伊只个乐啊用好，拢爱好好安放，这爱拜。提灯因的大遐拜。对，这拢爱安放，所以叫做安乐。原则上是安尼。啊，啥物叫川道？川道就是入道教。啊，你入道教，咩啊那会使造字？不要以为道长两个字，伊就一定爱晓做科仪，这叫道长。咱咧领官职的时阵，官位的时阵，有当时领着啥物正义引导升官，哦，这就是专门咧做事的。当然，毛咱领着是文书的，文书的诶官职的。嘿，大致上是这样。啊，伊个职位敢有法度开始算，还是无法度？无法度，诶，无法度。伊是叫指派的，叫指派的。你包括你要配倒一个心将，哦，你像阮师兄正一三五都讲，正一引导神官，伊所配到的兵将就是咱赵万岁，您所讲的武财神，个人的配将不一样，啊，咱嘛无法度去看到别人配啥物货，内底心将都不一样。去召集的时候，咱有急难心印、压花心印，这就是咱急需的时阵要调的兵马，哦，只有自己知道。啊，我即马是爱把这兵马。开工安放好，啊！另讲我若要处理公事的时阵，你看在调动天兵天将来，把咱科仪完成。哦，大致上是这样。大致上是这样。对，这是用上白话讲法。什么叫太上三五多功经络？这就是第一坎嘛。啊，你要看后边一个经络，你就是领伊的经。有三五多功，有三五多功的经嘛，有伊的络嘛。你搁升起的时阵，就正一名位的经络。哦，上啊来搁去上清五雷，三东五雷。哦，不一样。哦，这里面的内容会不一样。因为新经营名为，干那爱背单。哦吼，这个古啊。哪个起里的时候，基本上你哪有看到上清五雷，基本上都在道教服务超过二十年以上。哦，哦，我个人邀请一个特别的、特别的，上，万老师。老师来啊。对啊。哦、老师伊本身就是上清五雷。上清五雷。上清五雷。有的人是讲背德推，哎，道长迄背德推迄是啥物？其实迄爱讲到文革时期，较早戒严时期的时阵，两岸没有开放，在主天师遗训，吼、哦，伊所定的规矩，你要召集成为道长，是爱回去祖庭考试，然后由祭酒科仪来领到你的职位，作为道长。但是伫个戒严时期的时候，咱台湾人并无法度过去伫迄边。咱台南有一个道长，创的这支道腿，向着咱江西龙虎山，吼、哦、啊，禀着咱的素文，吼、哦、啊，甲咱禀报咱祖天师来挂杯，领着咱的职位。但是领着职位无效啊，因为你无经络，所以每期伫早当时有伫台湾走的道长，后壁嘛是拢搁等于江西龙虎山来领着伊的经络倒来。伊三十五当前的时阵，咱就叫做定推造进。但是伫如今，伊变作是咱台湾民间习俗的倒推，所以即马即支倒推，咱拢叫定推玩乐，就是你去领着经络，月入对，拍开乐嘛，玩乐。咱下晡会做咧，下晡做诶，这哦，所以做侪人的刻板印象讲，爱打倒推还是倒推，这是错误的。无你啊看，道教发源到全世界，是安那全世界拢无打倒推，只有独独台湾打倒推，就是因为咱当地两岸没有开放。他还创了这支道推哦，这嘛是因为时代的关系。对，在中国这一边，新林的天师到第六十三代，啊，咱台湾这边民因为第六十三代张天师在老蒋的时期对过来台湾，嘿，吼、哦，啊，对过来台湾了后，有传到第六十四代，但是第六十四代的天师伊无等于做，等于受职，伊无等于公开的上任，嘿，
所以看演变讲，即马目前大陆官方认定的，就是周庭这边认定到63代，啊，咱台湾认定到第64代。啊，与第64代并没有任何讲穿好三米两米条，有阵时甲想，伊这很奇妙，刚好8864卦，多个甲只八卦，八卦，64卦弯卦，还蛮趣味的，哎呀，啊，给大家做参考。这这边这边在做什么？献宝，光有福报，献宝，献宝，献宝，要献金银珠宝的，辛苦的，因拢会包，要献出去，爱献出去给因啊。哎呀，爱有舍才有得啊！献宝。献宝啊！好，带我们去看这一张很重要的一张，叫做榜啦。赵廷清的名官职拢伫顶悬吼。你比如讲，这像这是初修，初寿嘿，初修。啊，伊今仔领的经络就是太上三五道公经络，对不对？所以今仔你要安乐嘛，吼安乐嘛，吼要开工咱的乐。啊，乐内底就是我简单讲，你听讲，每一个人。每个人，我都不敢讲，每个人伊的心境会无同，伊就是36官将看伊配去倒一个是主帅，吼，伊爱他们，伊爱训练伊，因两个爱人神合一，他们配合吧，嘿嘿，他们配合，啊，这是个落来的，吼，伊的官职，官职哦，9天祭丧仙官之类，这伊的官职，哇，这，吼，对不对？啊，来伊这伊兼的，哦，法师。法事，法子的对啊，法术属于兼三界，对，跟医术啊。啊，最特别的是这，来恁看一下，这名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比如讲这个林阿雪，法名三春，这一本名，对，而且中哦。中刚华，法名三华，原因是啥？来，而且这个中是祖先给咱的，未使改。古早名咱拢是两字的，对，好。所以这个是咱道教的辈分，道教的辈分。三哦，对。所以顶大罗三山嘛，顶大罗三山。哦，你也看嘛，你起码你这张你看得到有三个辈分啊嘛，罗嘛。罗嘛，大罗，罗四个部分，罗嘛，罗过来的山嘛，啊来山嘛，玉嘛，好，这辈分就是安尼嘛，哦，直接，直接安尼哦，对，所以三字辈呐，看到罗字辈，伊呐咪叫伊师伯，就是师叔，比较大个些，对，啊，所以你甲看嘛，像这个是生肖，生肖，就是伊原本是太上三五道公经络，然后因为他有在智力哥的道教哥奉献四当医生，所以个等于楚汉天师傅来做这个考试，来生肖太上进一名为经络。哦，伊有个等于考试，佮再生一子啦，啊，这个就是生肖本，其他你的奉本。放榜啊！那我们再来开箱这个经录啊，我们看一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。他们现在在做，在这做什么？网络月录的对吧？张天师，你看，第一代、二代、三代一直下去，到一个最了不起了。63。最后是目前是63代的张恩，传说中的加杯啊，这个是大家拢会配一只，大家吃哦，先配拢炸，就是这拢会炸嘞，啊，这就是讲后摆过用以后，你要骑这只杯来背，骑这只杯去背，啊，若无得爱用行去，爱甲骑，啊，这可怜啊，巴肚枵咧只啊，可怜这嘛有。可粮，这是邓行公本身考量，然后再随身支粮啊，这水也爱有准备，准备，水落了爱准备，船票哦，人会吃，嘿，啊，唔叫人都来吃，所以这份真正是贵翁较有诶，贵翁较有诶，是不是？卖化掉，化掉用，你差滴落去啊，哦，内底炸得清，啊，你即马你家点开就是伊个就对你点，哦。啊，这边最精彩，哇，这张厉害！你在生，你受到受落这张，有做啥物唔对代志？是不是这张是保你这张？保这张，
所以你看到我做生意，无代志。用几个就是把你用几张下做，进行了做做太侪，太侪事。所以今麦过来，做小弟，所以今麦过来下做。真心归命的来，看你今天。这张看那边呢？哦，邓启的时阵是看那边呢。一张真啊贵，真啊是贵。八百。开始发笔下去，要让大家点，哦，点这也是个伟大工程。为什么刚刚说点这个是个大工程？你看一下。你有没有看到？这点这个真的是个大工程啊！全部都要点。最疯狂的系列，点起来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现在点好之后要经过这个道场的开光，真的很特别，真的是一般人看不到他们道场的晋升的过程，全部都收到盒子里面带回家，然后做一个安路的动作。啊，接下来动作是我们要犒赏这个路中的官将。对，那人家说一人得道，九玄七祖沾光啊。哦，所以说叫这几天上来接受供养，让他们知道他的这个子孙哦，已经得到这个道长神职的这个职位。三百六是印光天尊的，啊，即摆是，六号天尊，六号天尊，哦，换了一个房文了，一个工作了。现在他们调这个祖先上来了，哦，啊，他们这个用草席围起来，他们说这有一种沐浴间的概念。下辈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一棒下辈的意思吼，就是讲咱一寡咱较早的九人七祖，伊是地府，咱来算下个下法，可以咱即个罗星，嘿，就个罗星伊就着高中状元啦嘛，嘿，哎就伊即马来等下制作，就迄个比喻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嘿，了后咱啊家个九人七祖对地府啦，比讲较早有做天的啦。啊，有罪恶的，一寡修行还无够的，咱家写写特色的色，特色才会做番嘛。哦，那个色面，特色面的意思啊，写马官，伊就去传达，传达讲吼，啊，只猫咪猫咪地勇敢地主，伊就一定功过中着官位啊。啊来要求伊快点回特色，就来再叫人去做，会当开挖振作人一块，当得到开挖解脱，能够早去超生。哦，所以伊只马啊，脚多伊一直跳来跳去，下马关，下马，哎。